我们是来自天元宇宙的高等机械生命体，但一场宇宙大爆炸摧毁了我们的家园。为了延续机械文明，我们选择向蓝星发出求助，并带来了天元宇宙的能量之源超算核心。在人类的帮助下，一个名为超世界的虚拟空间在蓝星诞生。超世界连通现实与虚拟网络和数据，构造出独一无二的空间，这是我们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栖息之地，也是爆裂飞车要用生命守护的家园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超世界最激烈最精彩的爆裂夺金争霸赛的总决赛现场。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曾经的超世界最强者飞轮，至于为什么是曾经，懂得多的。什么超世界最强者，明明是退网的胆小鬼。飞轮才不是胆小鬼，当年那件事都是意外，我们永远都支持飞轮回归。飞轮加油。飞轮开始加速了，他是要一鼓作气甩开金融。终点漂浮岛出现了，谁能第一个夺得岛上的金马结束这场比赛呢？什么情况？飞轮突然一个急刹停在了原地，金融开始加速，大反转出现了，排名第二的星球趁机上车，能否获得冠军？要不是金柔作弊偷袭，我就能替哥哥赢下这场比赛了。秦风，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哥哥，我偷偷登录了你的超世界账号参加飞车夺金赛，结果输了。什么？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我以为只要让你成为夺金赛的冠军，大家就会重新喜欢上你。唉，主要还是因为哥哥的装备太旧了，所以才会被趁虚而入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别费力气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再踏入超世界一步的。哥哥看，有快递。哥哥，快递动了。什么东西？宇宙最帅飞车爆裂登场。你收敛点儿，别吓到他们。我太激动了吗？你们是爆裂飞车？飞轮、秦风，终于见到你们了。我是爆裂飞车赤灵风。我是燕破。你认识我吗？是谁把你们送来的？而且你们怎么会在快递箱里？嘘，别着急，先看看这些。哇，这是爆能发射器和爆裂晶片，只有超元护卫队才能拥有的超级装备。就是负责维护超世界秩序的那个官方组织。他们可是超世界中最强大最正义的存在。天上可不会掉礼物，说吧，你们有什么目的？别紧张，我们是好人，是张昭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为了让你们成为超元护卫的。张昭？没错，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他发来的影像信息了吧，打开它就能解开所有的疑问。哥哥，我什么都没收到。不可能，那封信息应该是和我们同步到达的。飞轮，你的邮箱呢？等等，来消息了。铁峰，快上号，有人发现你哥在超世界行骗。哥哥在超世界行骗？这怎么可能，哥哥的账号早就下线了。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有人冒充我行骗。太过分了，我们必须得去超世界找到那个冒充的家伙，还哥哥清白。可是哎呀，哥哥去吧，假飞轮的身份越晚被戳穿，就会有越多的用户被骗呢。别说了秦风，我早就退出超世界了，你想去的话就自己去吧。好吧，那哥哥你等着我的消息，出发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验证成功。超元护卫秦风登陆成功，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。哎，哇，我真的加入超元护卫队了。哎，不对啊，燕破去哪儿了？我就在这儿啊。燕破，
你这个样子也太酷了吧！别激动，我的机甲形态确实很拉风，但我不想引起超世界的轰动。这是超世界发布的超员护卫任务，阻止诈骗犯飞轮骗取用户账号及窃取他人信息。照片里的地点是飞车赛道，可我们该怎么过去呢？出发！都被飞轮那张好人脸给骗了。各位放心，我金融一定会带大家找到飞轮骗子，拿回金马。飞轮骗子，拿回金马！他们怎么能这样说？哥哥明明是无辜的。等等，秦风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他们是不会相信的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哥哥吗？这不是飞轮的弟弟秦风吗？想去哪儿啊？飞轮骗了我们大家伙的金马还敢躲起来，你身为他弟弟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不是的，各位，我哥哥他没有。看招！店铺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直接战斗会伤及无辜，破坏超世界，我们必须用暴能发射器开启暴裂结界阻隔起来。我明白了，开启暴裂结界。小子会的还挺多，看招！烧死吧！秦风，用暴能发射器发射晶片，给我充能。猛烈出击！爆裂变形！焰破！超鹰刀，给我连本带利的赢回来！打成这样了，我当然得破例一次来帮你，就这一次。别嘛，哥哥，超世界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够了，你们两个小鬼，我可不是来听你们扯闲篇的。飞轮，你来的正好，看我来为民除害。这个力量还满意吗？小鹰刀，是。两个哥哥，真假飞轮，诈骗，金融，是你假扮哥哥在超世界诈骗，居然还敢贼喊捉贼，有本事就露出你的真面目。我是飞轮，他是假的。这超鹰刀，竟敢变成我的样子冒充我！我才是赤灵风，你是假的；我才是真的，你是超音刀，你冒充我！看我拆穿你的真面目！糟糕，
爆裂晶片只能维持三分钟，再不快点打断金融，超世界的数据将出现紊乱。没办法了，秦风，同时攻击我们两个。我知道了，岩波。什么？赤灵风，闪避！明白。哥哥，最后一击让我们来。超云刀。你夺金赛排名又掉出前三了。切，不就是提升实力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想到了，多买几个装备，排名指定能提升。哇，接下来的比赛赢定了。恭喜秦小川用户首个解锁差生工具多成就，荣获特别版珍贵好礼。特别版，小川你的运气太好了，排名有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前面什么情况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网络末日时代将来到，云端方舟守护您的数据安全。小川，快使用防御道具。保护罩坚持不了多久，小川，再换个别的。刚刚实在太危险了。小川，你看，那难道就是网络黑洞？他在破坏数据。小川，你的账号数据可不能被毁掉。云端方舟。奇怪，这个金融的身份怎么完全查不到？对了，那场夺金争霸赛就是他作弊赢了我。他又假冒我的身份进行诈骗，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，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小川的信息。秦风，不好了，超世界的末日来了，这边出现会破坏和吞噬数据的网络黑洞，购物大街中有多名用户遭遇危险，你们快。小川，小川。哥哥，超世界出大问题了，我们快出发救援吧。哥哥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得赶紧赶到超世界。金风，我已经承诺要退出超世界了。哥哥，看来只能由我独自出马了。是张昭的邮件，发送日期是昨天。看来是时空紊乱导致发送延迟了。哎，你好啊，飞轮，想必你们已经收到爆裂飞车和超原护卫队的装备了吧？希望这些能尽快让你们成长为超世界最强超原护卫。最强超原护卫？可是还有，你们还要找到一个叫零一的天才少女，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如果无法完成，未来世界就会……张昭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
叶波，危险！这痛觉模拟的也太真实了，还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。叶破，我们得把其他用户也救回来。没问题。对了，你快下线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下线没用，只要数据存在超世界中，就迟早会被黑洞吞噬，除非能有别的办法备份保存。这可难办了。总之，你先离开这里，我还有别的任务呢。我知道，你是超原护卫，你真的太帅了。被你认出来了，真是让人害羞啊。哇哦，你倒是不谦虚。上吧。完成，这个黑洞不解决，超世界和人类就会一直面临危险。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这黑洞是哪来的，怎么解决啊？老板，这是我创造出的网络黑洞，它可以破坏和吞噬一切数据，且再也无法恢复。可是超世界如果被破坏得一无所有，我们就无法获取用户住址，也无法……闭嘴！网络黑洞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，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散。我要的是借助这场危机推出我们的云端方舟，然后……哦，然后赚取用户的金马！老板果然高明。既然飞轮成了超原护卫，那他一定会来阻止你们的行动。这一次，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失败。收到。那是数据墙，有超原护卫在制造防护墙抵挡黑洞。叶波，我们快过去帮忙。是你们？喂，别装作不认识，上次的任务奖励就是被你抢走的，快还我！如果你不是来帮忙的，就别在这碍事。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任务我秦风要定了，你别想又抢走。基隆，去把这些讨厌的超原护卫清理一下。老板，我一定将功赎罪。超世界的规则该由胜者来定，而你们这些超原护卫早就被淘汰出局了。不好！看我的！不用客气。喂，我说你也太没礼貌了吧！你这么有精力，不如想想怎么彻底解决这个网络黑洞。防护墙只能抵挡一时，还想破坏我的好事儿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暴力出击，暴力变形，超应当，
金融和超音刀。看谁还能来救你。当我不在了吗？三重分身和我耍心眼儿，还嫩了点儿。长音刀，先把那两个捣乱的小子解决掉。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。消失吧！让你们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！徐梅。救命！小川，秦风太后，让我来。难道你们还想活着离开这儿吗？求我，我就放过你们。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，消失吧！